再往后退。表白，我可以抱你吗？哦，好。球，好了，有没有被迷到？没有，真的太近了，太害羞了。你很喜欢他、哦？还蛮喜欢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他的，觉得他的笑容非常的开朗，然后就很像一个大哥哥一样，那种很大哥哥。你用错对象了吧？你大哥哥，所以蛮喜欢他的。对啊，很欣赏。谢谢，有机会了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巧克力，谢谢，哎，巧克力 ，key 不对啊，好，谢谢巧克力。李国毅深情告白，彻底虏获瑶瑶的心。我可能比较不会说话，比较不会逗人笑，所以我希望在平常日常生活相处中，只要我在，你就很开心。希望给你有家的感觉。想要综艺新兵的心意，一姐会如何回应呢？你挑一个你觉得很好逗的牙线。对，挑一姐哦，一姐没有，好了，嗨，好，准备喽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要什么要求？你要随着你要带动一下那种戏的氛围，准备 action， 浪漫的音乐。Hello， 瑶瑶。Hello。新单曲我有听。哎，真的吗？了解。我已经开心了。对，那集我有看，我觉得你很认真，然后谢谢。对啊，然后。虽然我平常工作可能比较忙，但是我希望慢慢靠近他。在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可能逛一逛啊，逛一逛街啊，做一些平常日常生活会做的事情。然后我希望给你有家的感觉。家的告白。家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我可能比较不会说话，比较不会逗人笑，可我希望在平常日常生活相处中，只要我在，你就会很开心。要回应一下，我想要给你抱抱，好吗？没问题。我害羞了。看谁主动，这要浪漫。等一下，你手在干嘛？我不知道要不要。没有了吗？啊。开心，开心，谢谢。瑶瑶有开心到是不是？有，一姐了，好不好？开心了，真的。他爱上我了。我可以甄选那个年纪最小的吗？要黑哪一个？蚊子都没有谈过恋爱。对，不然没有谈过恋爱。OK， 好。来初夜的感觉。不是，我跟他们那种告白的不太一样啦。对，就是逗他开心而已。来，蚊子，没有，蚊子，他这一生当中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刻，恋爱。他每天沉浸在跳舞的世界，真的吗？因为年纪太小了，不急啦。暑假让你有个难忘回忆。不行，他年纪太小了。好，那你自己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小朋友的，准备 ，Action。你应该讲说，叔叔，你是姚明吗？太高了，有没有？他从来抱了我。Action！ 近一点呢、啊。在干嘛？你看他耍招数。你看，什么东西？我不
什么都没有。我可以在这边转圈圈吗？对我搭肩了，请你一定要好好加油，好，要努力长大，好，长大了以后再来找我，可以吗？我会努力长高，不用长高没关系，就长大就好了。你刚刚被人家抱，你这样子。哎，等一下，蚊子，你抖什么？爱情就是这么回事，不用抖，爱情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给蚊子拍拍手。耶！哎，你电流跳得不错。好，哎，刚刚那个算是有点隐约的招数，如果这样指头啊，会翻脸。因为你们会阴阴的那种感觉，不要弄啊！因为我家狗拉布拉都一直弄呢，你知道今天会有点怪怪的。好，还有谁来？啊，问那个小仲老师，是，就是你在那个部落格回留言给粉丝，然后就是有被那个媒体误解写错字，不是误解，是真的写错字，真的吗？对，是真的写错字。好，那我们来 PK 一下那个，你跟我吗 ？PK 什么？顺便澄清一下，重点，他为什么可以 PK玉兔？跟他讲他是谁？因为他是 Dancing Queen。哇！我看我 sexy， 我看我 sexy， 哦哦，我的 sexy 可打入你心里。哇啦啦啦，玉兔一把还是终于把他我比你低。性感 sexy， 我就是要你叫我 dancing que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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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een。你知道你可以跟一个 queen 比赛的话，哦，真是太光荣了。他跳舞超强的，我们 Eddie 跳舞也超强啊。Eddie， 现在舞蹈的部分还可以了。什么？你现在也在跳街舞吗？很久没跳了。哎呦，好久没看你跳。跳一个，跳一个。快 ，dancing queen 比赛。我叫 dancing queen。都没有跳，我跟你讲，要这种音乐吗？还是比较流行一点？不可以啊，看这样子会。小花，你跟他帅气舞王 Eddie， 哎，面对咱们性感的舞后小花，两人超精彩的热舞啊，还分全程，错过这一次要等100年呢。这原创出题题馆老大面子挂不住了。我考那个老师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是。也来了，也是。